小葵。今天呢，小葵的迪迦奥特曼来到村庄里面玩啊。哎，走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吧。哇，现在呢年都快过完了啊，这些人呢全部都出去了啊。因为你看村庄里面呢都没什么人，对吧？哎，那边有一群人，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啊。黑衣人，哇塞，这是什么鬼？你看啊，这个泰罗奥特曼穿着便衣回到了村庄里面啊，他应该是去探亲去了，因为他穿着西装啊，带着个包，感觉也是非常的帅气啊。那么这群黑衣人拦着泰罗要干嘛呢？不会是趁泰罗没法力过来找他的麻烦吧？啊，因为这些黑衣人的手上啊是有枪的啊。啊，我们来问一下这群黑衣人，他们到底要干嘛？哎，你们要干嘛？啊？哦呦呦呦呦！好吧。啊，这群坏人真是可恶，他觉得我多管闲事，竟然把我给打死了，对吧？看来确定是坏人无意了啊。我们现在再次过去吧。啊，这一次呢我不能再放过这群黑衣人了，因为他们非常的可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才对了。走。小心一点，因为他们的手上呢有这个步枪，杀伤力很厉害啊。你看这么远还能打到我。我去。这就有点厉害了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来。这一次呢我不能再放过他们了，得更加小心了啊。来，带上狙击枪过来。你看他们呢还会隐身，看到没？好，他们想躲起来没那么容易啊，打死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你看这三个坏人呢都被我的狙击枪给打死了啊。是什么鬼？这个泰罗是吓傻了吗？站在这里一动不动呢。应该是没有想到黑衣人会趁机来对付他吧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